如今狗管的是好的日子还是不好的日子？说这个日子啊，家庭可以添财，在这日子结婚了，他就生的是好儿子。旁边那个是天狗，一个是哮天犬。拜骨呢，拜天狗，好让你身体健康，要读得好贵人。道长查的时候，他还做一个仪式，把这个天狗送走。这真是40多年前请回来的哈，43年了。佛陀就大家说。谛听，谛听，侧着耳朵小心的听，地藏菩萨的精神就跟你感应了，就灵感了。